本分局于113年3月11日13时许获报，西区林森路与柳川西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。经查，标女驾驶民间救护车由自治街沿柳川西路二段往汶河街方向直行，张男驾驶自小客车由金山路沿林森路外快车道往柳川东路方向直行，于上述实地发生碰撞，两车驾驶酒精浓度测试均为零，自小客车沿性乘客右颈部挫伤，自行就医，其余当事人皆未受伤。初步查，标女违反交通号志闯红灯，张男观看道路环境分心驾驶致事故发生，全案依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转交通大队厘清肇事原因。第一分局在此呼吁，行经路口时应注意交通号志状况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另行经路口时也应注意前方状况，减速慢行，保持安全距离，避免车祸的发生。